好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下去你成本多少钱？下去吧。行线嘛。咻。下去吧。行线创始有卖，难怪嘞，买个床上呗。自己占的。有，好，宝宝，你看我放下来呢，马上就会对李主任在那边呢，就马上就会在那边跑，你看，不理我，你看，看过去了，你看，只要放下来，你看，跑过去了吧，只要放下来，你看。直接爬过去了，看看龟龟一早起来就在晒太阳了。今年我们苏州地气好热哦，现在已经立秋一个多月了，还35度。龟龟，现在是早上8:10啊，看家里面已经31.5度了。今天买这个什么水果？叫人参果。耶，龟龟看你吃了，你看，耶，嘿嘿。看龟龟在这里晒太阳了，看看李主任坐在那边啊，看看走他动不动啊。哟，发现了，看，只要李主任一动，他就出来了。看，你看，他那个在这里晒的太阳好好的，你看，看李主任走了，你看，就追过去。吃虾，哟，看，今天中午我们有吃虾的，刚刚有喂了乌龟几个虾，还有虾，虾没有吃掉了，你看，有两个虾球，你看没吃掉了，吃饱了。龟龟要出来了，水脏了，你看，好好好，拿出来，出来，好好好，哎呦，好，下来吧，水脏了，你看，要换水。李主任睡觉了，你看，龟龟又跑去了。好，趴到鞋子上睡觉吧，你也睡吧。去。秋天，立秋都过了一个月了，柿子们都熟了。看看李主任来，看看李主任，你看，你站到这边，你看就来了。小铁子，哟，跑的，还没睡好。不累啊，午觉睡到现在。